队员轮流用连滚球把球滚进第一篮。人家的头发太好，刚好转身。我不是说我娇生惯养吗？不要急，慢慢的，慢慢的。所以往前进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不要跟我讲话，害我分心了。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啊。已经要到了呢。每周日晚间八点，饥饿游戏。